道专训张宝儿与妹妹张宝欣昨日首度姊妹档出席活动，问到酬劳是否高些，宝儿表示慰问，但能够两姊妹一起工作很开心。六大明报专讯陈洁玲前晚完成12场由零开始演唱会，她出席庆功宴时表示一完骚已感不舍，她说演出此骚最意想不到，是收到很多。明报专讯马俊伟与胡定欣近日获邀到多伦多举行演唱会，胡定欣说这是我第一次去多伦多开演唱会，主办单位放了1:1的剧照。明报专讯韩国人气男团沃纳奥尼在港两场 ONETHEWORLD 亚洲巡回演唱会顺利完成，成员李大辉前晚率先 MOSTRECENTVIDEO